茶水间 KTV 欢迎左左右右。最萌双人女子团体左左右右发行新专辑《奇幻新乐园》，童言童语又时不时露出小大人模样的他们，来到玩娱跟茶水间合唱团一起开唱喽。那爸爸先帮我们带来一首歌。这首歌迫不及待想把它念完。我爱波波吗？这首歌呢是，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值得拿来学习的，因为波波吗波的他呢的这个歌要一次念到完，很少人可以把它念完。对，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可以把波波吗学会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可能很需要。天天三四次，我个人真的是无法波背到。你不行，我不行，很难。你试一试，那我们好像也不行。我可以，好，那你他可以，可以那建堂你先，我不行吧？你先试一下，好，我挑战一下。好。啵啵么啵的特呢？呢个特呵，机器西子吱吱吱吱日子吃丝一乌鱼啊哦哎。不行啊。中间学习里面还有发现新乐园是要大家可以创造自己的新乐园，然后眼睛体操是要大家
哎，这张专辑，这张专辑我非常有智慧的专辑。对，我觉得你可能很需要买一张。我封这张专辑为2017年最上进的专辑。我感觉你得，而且五个能量花都没有，要阅读要奔奔吗？好啦，那我爱奔奔吗？这首歌的那个重点就是在于注意好，就是我们马上来听左右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唱副歌吗？对，唱副歌。预备开始，爸爸妈妈的弹了老，和左右一起把注音符号变成歌，爸爸妈妈。有听过哥哥爸爸的味道吗？有，可是都不会唱歌词。
那你会妹妹背着洋娃娃吗？有。妹妹背着洋娃娃，走到花园来看花。娃娃哭了叫妈妈，树上小花笑哈哈。怎么来了？对，是一样的感觉。对，那你们现在记得最儿歌的儿歌是什么？对，最儿歌。哦，那一闪一闪的晶晶，还是鲁冰花的歌？你们听过鲁冰花的歌吗？天上的星星不说话。这样显得我们老，显得我们老，真的显得我们老。我现在先不要。头上满头问黑人问号。那我好奇，你们会唱《煎熬》吗？因为煎熬要歌词，要有歌词，煎熬就一定要歌词了。对。但是那个 key 你们是可以的吗？对啊，因为那个 key 很高哎、欸。也许吧，在家里有听过。天哪！因为煎熬算是就是有蛮多艺人来我们茶水间都要挑战的歌。真的。那你们可以跟我们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说不行的话嘞？我们就自己唱。但是因为刚我们有一起唱，我们还是想要听左右独唱一次，你们可以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定要你们。啊。对，跟我们一起唱。好了，不然我们最后再一起合唱一次。但我们声音会小一点点，我们的声音会小一点点。一点点而已。对，我们声音小一点点，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唱大声。对。这样好不好？好来哦。五六七八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火在烧，烧成灰有多好，叫思念不要吵，我相信我。完全娱乐，左右的歌实在太抓耳，独家报道。